有万灵的珠帘夜绣花裙，心想就已绣好，相府去换银。碧珠，碧珠，碧珠，娘，你个懒鬼呀！想三哥你上受不成，休怪舅父心太狠。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哥，你一大清早你又发乜嘢火得噶？哎呀，妹啊！就是你的好乖女啊，我叫她连夜绣花裙，她居然偷懒瞓大觉啊！姊妹绣花绣了一晚，你都不准她瞓，这样做未免太过分。哎呀，你仲帮住她啊？你知不知道啊？相国夫人荣归故里，看见我哋屋企嘅手工好，先叫我哋绣花裙。如果我哋唔按时交货换翻金银，我问你食乜嘢？你哋着乜嘢啊？先算刻薄，等我同佢绣。你同佢绣啊？又好。不过。这布料呢，相国夫人等着要用的。来，李子，你马上将佢送到相府去。知道啊，碧珠受咗一晚啦，等我送去啦。娘亲，仲系等我去啦，你得唔得噶？去就快啲去啦，快住埋口乖啊！水菜你就不应该将它执。阿妹，在十八年前闹水菜你就不应该将它执回来，自从这个梳门声一入门就搞到我丢官罢职，我真的争它从头争到脚，看它前边就争它的背脊。其实当日我们将碧珠执回来都是做了件好事，做好事是有好报的。有好报？难道靠他能够带起我们发达吗？哼，有就奇了。娘亲，有件事我总是想不明白的。也是想不明啊。
风水太大表妹，大表妹，我正想找你共读诗文，原来你在这里。你看滕王阁最上这两句，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嘛，写得真是好啊。青山姑妈，你爹不喜欢你的表兄妹在一起，以后你哋就少来往一点啦。姑妈，表哥，你阿爹为要同你找翻个名门淑女，我表妹。冬又啊逢春，好啊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啊！恭喜年妹，贺喜年妹啊！我喜从何来啊？阿妹，可怜啊！如今清啊茶淡饭，自独然啊窝海啊心，你着啊的有令啊罗，用的有金啊银啊，从此荣啊华富贵，永享不下尽啊。今日城中有新闻，相国夫人最近荣归故郡，今天将榜找亲人，说到十八年前闹水灾，失散女儿都无以稳啊，若是谁人来收养，送回相府借千金啊！阿妹，你知他要找之人究是谁？我不知啊！阿妹，你估下啦！我不知。嘿。佢就系我家碧珠小云。阿哥，啊、你有冇搞错噶？冇搞错。嗱，往榜上面分明写得明明白白。话佢身上带住一个玉麒麟嘛？就系呢个玉麒麟啦，阿妹。早几年我几次想问你话揾佢，当咗去揾钱使啦，你就系唔肯，你就系唔肯。呢次唔当又好啦。呢次啊，真系大有用场啦！啊，好啦好啦，好啊，
肯啊逼珠翻嚟，就送佢过府系啦。好，马上将佢送过府去。就必然问，因何弄成这样子？定必怪罪就怒火生怒火生。还你我若爱其女，送去官衙将罪问啊！哎呀，黄榜报咗起啦，如今你仲系埋怨我，你不如替我想个办法啦。我点会想？快啲谂下啦！哎呀，死啦！其实如果阿碧珠同碧珍都生得一样咁健壮，咁件事都冇啦。李四母子就张三大，二花节目就巧安排，且把碧珍嚟当碧珠，把她送到相府去，让她蜜乐跳到康乐里，你亦保彭女贵发大财。你将佢送到相府，相国夫人咧就必然大怒。到那时呢？到那时呢？我一口咬定，我就话系你虐待佢。夫人一怒，就将你送到去衙门。那时呢？我怕你大难难逃啊！你怕未？都唔知碧珍佢肯唔肯害？点会唔肯害呢？碧珠系执翻嚟，佢哋大家都唔知道，点会话唔肯害呢？嚟嚟嚟，你快快脆脆去入去话俾碧珍知啦！嚟嚟，哥，吓唔得噶！哎呀，你啲女人真系难成大事嘅，你唔去。等我去，阿哥，唔好阿哥，千祈唔好阿哥，阿哥，
来，有玉麒麟为证噶嘛？娘亲，你讲啦。碧珍，阿妈我唔舍得你，娘亲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今日系大喜日子，你两母女就无谓哭哭啼啼啦。青山，表妹就快入。又相府啦，咁你有咩就倾多几句啦。阿妹，我哋翻落去，系逼真收拾收拾，嚟回啦，回啦。
生应当为父成欢天伦乐
心噶。出神入命慢，不敢夜深。再问话知，系谁配上？多艺花中玉，真系沙里的也有金枝藏啊！借你精工费心啊神，望将酬劳来奉上。快取十两银子给这位姑娘啦！知道，公子，这工钱又何须十两银子呢？三两就够噶啦。受得如此精巧，多俾些亦无妨啊！非分之财，我不能够要噶。哎呀，难得难得，既然姑娘不肯多收，咁就收下这三两银吧。多谢公子。这姑娘慢走。公子有何吩咐呢？姑娘啊，今天我小妹劫后返家堂，为他做生意，刺绣好花样，请你暂留步，设计出主张啊。门已久要归家，否则家人又话我。哦，等下，我派人送你翻去，咁屋企人就自然会讲你啦嘛。既然如此，就依公子。丫鬟引路。我娘亲嚟啦，春兰，带呢位姑娘下去歇息，要好生陪伴啦。知道。Thank you.
送来几幅刺绣，你睇下绣得几咁精巧啊！嗯，真是巧夺天工啊！我要把各位绣花姑娘留下，等下叫她为妹妹绣几件新衣裳啊！好，想得周到。啊，娘亲，方才一家人向我说道，话呢位揭榜伴妹妹喜讯个何先生，以前系做过知县噶。咁而家呢？一贪赃枉法乱杀人，早就被罢官啦。有咁嘅事？陈夫人，小姐已回府啦。云儿，代为娘相迎。知道。快上前拜见你的生身之母，叫声娘亲啊！拜见亲娘。夫人，有。有玉麒麟啊！玉麒麟，thank you.
妹。哥哥，品夫人，她是谢妹啊。系夫人，我十八年长嘅养娘啊，娘亲啊。李大嫂，李旧所逼真一名，仲将佢抚养成人，请受奴身一礼。夫人，他是小民的犬子，名叫青山，从小就同碧珍定咗亲噶啦。青山，拜上前叫声岳母大人啦、啊。青山拜见。你今年几岁啦？二十一岁。哦，大伯步云两年，文儿快上前见过兄长。知道。青山兄长，步云贤弟，人来赐座。娘亲，我想把嗰个绣花姑娘叫嚟，睇下妹妹要绣啲乜嘢嘅花样啫。好，夏荷，在到花园，把呢位绣花姑娘带嚟。知道。
女，出自小人家，举止粗鲁，不懂规矩，望夫人你见谅见谅啊！哦，我看他知进退，懂礼节，是个好姑娘啊！娘亲所言极是啊！小家碧玉虽贪娘，性似大家闺秀，聪明贤雅慧，对珠圆雅通，口秀秀蕾，百花香，眉针蝶彩印凤冠，鬼斧神雅工。虽是家贫无门，亦为两餐为愁香，自令自怨罪，面积也忙。若是将在富贵家，衣食不忧好田园啊。桃花翻面，绝对无伤啊！有钱有才有貌，还有啊德，真系走遍全城也难啊！哦不如所言极是，系刺激刺激，哦唔系极是极是，娘亲咁你都喜欢佢咯噃？咁你呢？想不到云儿对碧珠如此好感，也罢。我何不藉此提亲，趁机试探？云儿在，趁酒筵未开，你带碧珍姐妹，仲有何公子，一同前去花园游玩去吧。知道。分离失意。
啊玉成，去你也高官清云。军事就包在小民身上，用于社会共商量。如此拜托了，老身要下去休息片时，等阵请两位到后堂入宴。失陪，夫人请，请。上天，我再来害你又怎样？只要敢抱系玉带，哪管他兄妹结凤凰啊！手就由你当，你与逼真要齐名双。逼真清白有何罪？乜嘢逼真冇罪啊？逼真是你的亲生女儿嘛，如今她无形是相国的千金、啊嗯、你母女同谋行骗、啊、按律理应斩首发场、啊你不应承，等我去应承。哎呀！何先生，事态如何吧？禀夫人，讲到呢段婚姻哦，若果夫人你不嫌弃，我哋完结循进之好啊！哥乜嘢啊？呢啲系夫人睇得起我哋，你快啲上前去谢过夫人啦、啊！嚟不必客气啦，都系一家人啦，就请你哋合家搬到相府居住好吗？好多谢夫人，多谢夫人。后台筵席已备，请两位同去饮宴、啊。好，夫人请。Let's go!
呀，妹妹，娘亲叫你出嚟请伯母入席，你喺呢度做乜嘢呀？我唔舍得养娘，我都唔舍得逼真。我娘亲讲，请伯母合家搬到相府嚟居住，咁日后唔系依旧可以再一起咩？后堂筵席已开，请伯母快些入席啦。我就去，我就去。妹妹，咩事呢？冇，方才迎亲之时，我见你好似好喜欢碧珠妹咁，系唔系呀？哎呀，你讲啦。碧珠她清曲丽箭流亮光，素颜声鲜亮，洁颜面姣心，人模样。娘亲她亦爱碧珠，胭脂香把姻缘系上，将她爱怨悔，我不问年开名帝上。上安详，调养好，转若为妆啊。总之相距悬殊，他配你。他一再作梗的为何故？各种机关猜不得长啊！妹妹，你既然反对此姻缘，为兄都自当在世you
见那将军恩恩的范公信，父君啊从中央的难，用尽不能，感慨万千心愿。想起的真反对这头亲，要亲必知多必贪，在那不相衬，看清那天，明那飞草中的幽静是有灯行，旧为何恩？老难起云，三分几年，阿妈天心，叹此梦回来。在暗地收书，将他来探问啊！察其心迹是否属于我梦魂？碧珠玉步儿，山山行行啊！待我一窥其意，见机啊而行啊！
圣妃送我眉三分啊。何必青山啊，你只是他缘故浪荡，看来言去不能轻松。我每说他性浮坏意，看来实实未可当真啊。帝书受伊人，又怕受受不亲，须防谨慎啊！居其难下，心慌啊忽。Thank you.
娘亲找他有事？没啊。你手上的信给姊妹的，不好意思交给他啊，等我替你交啦。你同我比佢？你嚟啦！哎呀，妹妹，你千祈唔好俾娘亲知道啊！知道啦。还贤弟写俾二表妹嘅情信啊！哎呀，好啊，咁你就做一次红娘吧。哎呀，唔得噶，唔得，系我阿爹为媒，王夫人同埋姑姐都应承呢门亲事噶。佢哋系乜嘢？系乜嘢？表妹，佢哋系乜嘢啊？系乜嘢？你快讲啊！佢哋系亲兄妹，唔能够结夫妻。我不信。王夫人非我心身无辟之才是佢亲亲。李代桃僵，边个叫你李代桃僵啊？你阿爹，阿爹，咪就系舅父咯。佢为荣华富贵，心辣心狠啊！真有此事？如有骗你，雷劈电崩！再久等，我知众女迎亲罪恶大，慕名顶替和林生母女还需守候。如平暂把真情来门引来门引。哎呀！不系行船偏遇那顶头罗，雪后更添。眼前要紧的是阻挠他们的婚事，不能铸成大错啊。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挠他们的婚事呢？Fuck!
表妹，你可以将报还贤弟偷写情书俾二表妹之事禀告那王夫人，想那王夫人崇尚礼教，自家极严，绝不允许未婚男女私相授受。为了维护上府声威，他必然毁了婚约，那时岂不救了他们两人么？除此之外，别无良策。表妹，你就快作决断啦！好啦，你请下去，待我请出夫人。好，表妹，你要小心啊！孩儿一事不明，望娘亲你开导啫。有话就快讲，娘亲啊，咁母亲，我已经知你儿奉献婚姻人，不愧为有遇伤人，每每居心，谁可问啊？先生，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。为何恶意中伤？我系居室而言，别无他意啊。言外之音，
如何瞒得过我？快讲！你讲。
住门啦，快啲去啦，去啦去啦去啦！逼真啊！大事不好了，方才夫人言道，一知不闻，今晚便要成亲啦。情书，情书，娘亲。
来志在何处，如若不果，与我志在Oh!
一定要是三更
钱交给妹妹啊。表妹放心。何公子，喜宴已开，夫人请你入席啊。哦，我马上就去。小姐，夫人吩咐要将书房锁上，请你委屈一晚啦。咁你就锁啦。就大祸光，非但前程化乌有，到头难免就一命亡。所谓无毒不丈夫，我趁客灭口把逼真命丧，我再将现场嚟到伪造，使人觉得他自杀身亡。是舅父啊，舅父啊！时已夜深，你嚟做乜嘢啊？碧珍，我有紧要事同你商量啊，同你商量啊！有事商量，有什么叫傻啫？碧珍，你知嘅事太多啦，我要送你去见阎王。笑面
春那年轻动那风人好意人生夜已静，
请妹卸妆镜啊。待我亲为卸钗还，行物却郎情一两娘子，请啊，官人，请。青山兄长，报云贤弟。
云贤弟喜结鸳鸯，我赠诗一首，写得不好，请勿见笑。多谢表哥。哦，事已夜深，我都系要走啦。不过你记住呢首诗，今晚一定要睇啊！一定睇。我走啦。哦，记住今晚一定要睇啊！三更了，明天再看吧。娘子，请啊。官人，请。写啲乜嘢至得？
天将乾坤来倒置，任作中法地体无难。
娘子。想起昨晚的前
亲，可爱卿啊，妹难怨。Oh!
便收。除此之外，便无良策啊。好，夹咗个遗兄先死啦！Wait.
魂，此后神分谁定性啊？纵是女儿有过错，因交夜半归来。忘年骨肉为坏，望开一面修成定啊！休得多言，且走夫人。逼诸步云何罪之有？是何守仁逼我移花接木，害咗佢哋。要死，先死必争。再杀冷万恶，亦何守仁？好，你既然先死，老身就成全于你，且走。
陈家，我已安排妥当，俾青山同埋碧珍择日成亲，你大可转悲为喜了。夫人啊，你善变邪恶，爱憎分明，大恩大德，我愧无以报。都系一家人了，不必客气。日来吩咐全府张灯结彩，择日成亲。大帝都话俾个知语我当当，你哋咁多人都唔理我，我唔制，我唔制啊！爹女啊，阿哥，哥啊，青山同阿碧珍就要成亲啦，你有大碗酒饮，大块肉食啦！啊，有大碗酒饮。大快用事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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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动啊！